这个光头就算踢完了，你整个全程你感觉解压吗？解压。治愈吗？治愈，太舒服了。啊，非常舒服是吧？嗯。好，咱们给你抛抛光，打打蜡。人生第一次剃光头，然后也做了一个修面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解压，舒服。然后你还特别强调了一个，说是治愈。对。啊，实际上是一种全身心的一种享受了啊。享受放松。但你胆挺大的哈，你是个女士，怎么想起剃光头呢？是吧？哎呀。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。是的。有好多人剃光头说是
说是为了迎接一个崭新的明天啊。你看马上过春节了，咱们迎接一个崭新的龙年啊。减去三千烦恼丝。最后再来一个推拿按摩，是非常放松，太舒服了。就是我给你剃头术，然后你是闭上眼睛静静的去享受，你感觉剃光头是这个感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？然后好多粉丝网友们呢也特别好奇，说剃光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我感觉哈，剪了之后好像就是一种解脱，解脱，有那种感觉。理的没理之前没有这种感觉。是的，关注了好多年，好多年了啊，对，三年了。剃去烦恼三千四，一半红尘。